各位线上的以及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早安！早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 TTA Talk 的现场啊！当掌声，哎，当今天的活动来个开欢乐的开场，好不好？来热烈的掌声！谢谢啊，谢谢，感觉就像是那个今天主持人忽然有非常有精神啊。那么我们呢，国科会从2018年成立台湾科技新创基地 TTA， 那么呢，希望能够将台湾的科研新创推向国际，而且呢，为了要从激发台湾学子啊对创业的热忱，我们也从2021年开始就举办了 TTA Talk 的系列活动，然后走入校园。为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的新创的团队、新创的企业家跟青年学子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来分享他们创业的过程，很有丰富的经验。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加入新创的团队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来到了我们充满活力，而且同时也是许多创业家摇篮的逢甲大学，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精彩的分享。那么首先呢，今天会场也非常多的贵宾的莅临，那我们一一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同时也请介绍您的时候呢，起身跟我们的同学挥挥手，致个意，谢谢。那么首先让我们欢迎，掌声欢迎主办单位国科会产学处许真如处长，处长早安。接下来欢迎中部科学园区中科管理局许正中副局长，许正副局长早。接下来欢迎我们地主逢甲大学产学营运与推广处何竹亮产学长，何产学长早。接下来要欢迎台湾代理校长，对对对，今天我们何主任这个是何产学长的代理校长过来的，校长有特别交代了。那么接下来让大家欢迎的是台中软体园区发展产学训联盟理事长，同时也是朝阳科技大学郑道明校长，欢迎校长早安。接下来欢迎的是逢甲大学产学营运与推广处副产学长，也是我们创业育成与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胜南主任早。那接下来呢，也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那个国科会产学处曲明玉曲科长，科长早。那接下来欢迎今天的两位分享的讲者，首先欢迎的是 ROSO 机器人建造实验室创办人及逢甲大学建筑专业学院助理教授申玉婷创办人，大家热烈掌声，我们霍春教授早安。接下来欢迎的是 Free by Onyx 福宝科技创办人吴振华，吴创办人早安。今天我们还有现场有一个逢甲的大学长哦，我们同时也要欢迎 Artifact 的智器科技执行长施冠章执行长，今天也莅临我们现场。是的，真的非常多的贵宾来到了现场，今天的活动一定非常的精彩，请大家敬请期待。那么在活动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大家长国科会的许真如处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好，我们地主的这个何产学长也是代理校长哈，蔡副产学长，还有我们中科的许副局长，还有我们这个朝阳大学的校长哈，那个郑校长哈，也是我们那个中部这个软体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哈。那另外我们还有今天两位的那个演讲人哈，包括那个盛老师跟这个屋创办人哈，还有在座的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好。那今天很高兴来到逢甲大学哦，虽然是礼拜一早上哈，看到同学大家精神满满，觉得非常的有希望哈。那其实国科会呢一直在支持这国内的一个学研发展哈。那我们从2018年刚刚主持人提到成立的 TTA 台湾 Tech Arena， 那我们是跟这个国外加速器共同来合作哈。我们目前已经合作到有10个国际知名的加速器，那来协助台湾的新创团队链接国际哈。到今年刚好我们满5周年，大概已经培育超过700多个团队。那其实除了说帮这个国内的新创生态系跟国际做链接之外，我们也希望帮学校好的一个创业种子哈，一起有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们国科会还有另外一只手，就是推动科研创业计划哈，让学校好的技术哈可以商模变成一个创业的一个种子。那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主委提到，除了有这个创业团队哈，有国际化，最重要就是人才哈。所以我们就从2021开始推动这个 TTA Talk， 今天呢是第7场的 TTA Talk。 那 TTA 呢其实另外还有3个例子， Tech、Talent 跟 Activate。
那我想最重要就是行动力哈。那我想创业呢，我想有三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哈。第一个，创业可以创造很多产业经营的价值哈，不光是新创的事业，包括既有产业内部创新，透过创业一个好的 idea 跟技术哈，可以带动这个产业的性。那我想今天两位那个分享人哈，包括盛老师跟这个悟创办人，其实他们待会就会分享他们怎么样利用他的创新跟创业来带动很多这个社会新的可能性。那第三个，我想对我们学子最重要的就是挑战自己个人的极限哈。其实我们上网可以 Google 一下，或问一下 ChatGPT。很多这个国际知名的创业家，其实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创业，像比尔盖茨，像祖克伯，那其实我们台湾的学子，我观察跟台湾跟国外来比较，台湾学子呢，其实非常的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可能学业完成之后，还会再去念个硕士，念个博士，都觉得创业好像是个很遥远的事，或者需要很多资本投入的事，或是很困难的事。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不见得你要到准备好才可以来做创业。那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各位学子，生其实很宝贵，那个时间其实是大学四年，甚至未来这个生涯发展，其实每个时间都很宝贵。那我说我们这个 TTA Talk 就希望鼓励年轻学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认真定下心来思考一下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第一个，我觉得不用怕寂寞，不是同学大家都在做的事你要跟大家都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要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人生很长，也不容这样反复的浪费，你要先立定志向，决定你要做的是那个工作之后，脚踏实地的去做，我想很重要。那其实现在政府包括国科会包括教育部都有很多相关的创新创业竞赛跟相关的资源，假设有好的 solution， 其实也不用你学业都完成之后才能够创业，如果你有好的 solution 可以创造好的价值，或者是可以解决社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计划来开始做规划。那我想逢甲大学过去都是以中部地区最有行动力、最能够结合产学研链接一个平台来著称，所以我想今天在第七次活动在逢甲办意义非凡呐，哈。那在场也有我们中科的伙伴，我们许副局长哈。那其实国科会跟管理局这边也是会做这个青年学子创业最强的后盾，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应该迫不及待想要听两位讲者的分享，也期待两位的分享可以给我们学子更多的启发，在他们年轻的道路上早一点来思考未来的方向，然后早一点呢来对为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挑战来做一个好的规划。那最后我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也祝福在座的各位嘉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谢许处长，请先回座。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欢迎我们中部地区我们新创团队的后盾，我们欢迎，掌声欢迎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许正宗副局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谢谢许局长、郑校长、陈发长还有两位组长两位讲师，刚刚主持人没有介绍过这个大学长欢迎回到毕校，我进来的时候是逢甲工商学院出去是逢甲大学，这位还是我的学弟所以我才是大学长。大学长好。刚刚我许处长指定要我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因为我们中科真的是国科会，我们派驻在中部的这个驻点。那我们那边也有一个机器人制造基地那现在有是九家的青创住在那里。那中科今年刚好20岁，也是青春少年凶了人家说青春是最大的奢侈，青春就要去闯荡，有时候会做一些傻事，可是只有青春，青春容许犯错。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犯错就会被 fire， 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在公司里面犯个错，老板会拍拍手，年轻人下次不要错了。所以我是觉得国科会举办这个活动是要跟大家圆梦大家就是年轻就出去闯不一定要毕业那如果要就近的话，我想中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们今天的主办科长，那个怡燕科长在哪里在这边，还有我们那个苏碧小姐，苏碧在哪里如果大家想要就近的话，对我们中科有兴趣的话，等两位就可以私下去跟他交流交流一下。那祝福大家今天都有很好的收获，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许副局长。是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难得来到了逢甲，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邀请到逢甲的何祖亮产学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我再强调一次我是这个代理校长所以我们许处长、许副局长，还有我们在座郑校长跟我们其他的这个主管长官们，那我就不一一唱名
那因为校长现在跟副校长是在三年一次的工程教育认证，现在委员正在访视，然后听取他的简报。那可以的话呢，他应该待会儿可以会，简报的时间是在10:20到30左右会结束，所以他应该也可能可以下来哦。那所以我就简短的跟代表逢甲大学呢跟大家表达这个欢迎之意，也非常荣幸哦，在国科会的支持之下哦，那我们其实在常年的哈、哦、都是在这个创新创业创育这些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可以说是自己不谦虚讲是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跟这个产业服务了哈、哦。那回想TTA 呢，在2018我就跟着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仁还有同学呢，就赴这个 CES。那时候刚刚在聊天的时候还有聊到说，我们在那个 CES 的话是非常有这种深刻的体验，特别还跟矽谷的这个资方哈、哦、去连接起来，所以我们也跟矽谷的资方有很好的这个对谈，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那也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场合之下，以及在未来的场合之下，能够持续的把这些创业的这些做法概念，以及如何成功的达到这个创业的目标哈，来做更好的一个推动哈。所以再次感谢国科会，再次感谢我们这个长官同仁们哈，能够这个一直以来不断的支持，我们逢甲大学愿意哈在未来持续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推动。当然最重要，今天我们的这个 speaker 呢都已经迫不及待了，也是我们这个非常杰出的这个 speaker。 从他们的现身说法，未来我们在场的同学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标杆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你未来的一个路子啊。那就在最后呢，就再一次感谢我们贵宾跟我们出席同学的莅临，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次掌声，谢谢何产学长，请先回座。我们接下来呢，这个非常难的机会，我们要邀请一下我们现场的贵宾跟我们的讲者上台合影。首先，我们再次掌声欢迎许正如处长，请上台。接下来，欢迎中科管理局许正东副局长，副局长请上台。欢迎何祖亮产学长，请上台。哎，何产学长这边啊，再次欢迎我们的申玉婷教授，请上台，以及我们的吴振华创办人，请上台。请五位呢，我们先将这个手举牌举在胸前，我们请工作人员呢，把我们 TTA Talk 的这个精神堡垒放到中间。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师，来，摄影师请小心哦，我们捕捉最好的画面。来，大家请举好哦。来，我们稍微的那个牌子往前面推一点点，何产学长的腿往前面推一点点。好的，来，我们看向前方，先合影一张，2、3，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然后待会我们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合影哦，请大家稍后哦。来看向前方，1、2、3，来中科这边，那个许副局长帮我们拿高一点点。好，来再这一张，再一张，这个非常难得的画面，好。那请台上的贵宾稍后片刻，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手举牌先拿回去，然后我们要请大家我们来一个活泼的、哦、那有请两位创办人帮我们比赞。那我们中间呢，就请许副局长以及许处长帮我们比个 TTA 好不好？我们比个 T， 这您比个 T， TA， 我们来个 A 的话呢，这个大拇指要帮我们展开来，像一个三角形这种 A， 对，然后手要稍微搭到好哦，然后准备来，我们大家现场一起 TTA 赞好不好？来3、2、1 TTA 赞，哇，热情的掌声，哇，让我们新创的精神带到逢，我们有请大家先请回座。好，那我们大家手上位置上有拿到举牌的，对不对？那没有拿到举牌的怎么办？刚刚已经那个贵宾已经示范过了，我们就来个 TTA， OK？ 好，那我们请大家把你座位上的手举牌拿到你的胸前。好，后面的那个 banner 已经拉好了，帅呆了，好，很棒。同学不要把脸遮住啦，那么帅，把脸露出来，露出你热情的笑容，好不好？我们逢甲同学真的是一级棒的。好，来，准备要看向前方，那个 TTA 的角落帮我们拉直一点。好， logo 牌举起来。手上没有牌的还有一个动作什么？因为今年是我们 TTA 的5周年，大家可以比出5，来比出5，对，可以比在脸旁边，有吗？来啾咪一下都可以。准备哦，大家准备好，脸都要露出来。好，可以了吗？
好，准备，好，三二一 ，TTA 赞，耶！ Yeah! 要祝你帅气的笑容，美丽的笑容，很棒很棒，来掌握这个最后最好的机会哦。啊，牌子，请他们再哎，手举牌可以再高一点点，我们手举牌再高一点，举到，但是不要挡到后面的同学。大家都好嗨哦，来来来，哎，很棒很棒，好。准备再露出你热情的笑容，嘿，二三 ，TTA 赞，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谢谢各位。那么今天呢 ，TTA Talk 的主题啊，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是 AI 智慧机械驱动未来新创，可以说是现在最夯啊，最未来最有机会的领域。大家要想到是说，接下来几年的发展，你们未来的工作可能现在都还没有诞生哦。那但是未来的工作到底方向在哪里呢？今天的分享就会让你们看到端倪，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未来要走向哪条路哦。那么而且今天非常的荣幸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创办人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年轻，而且公司都在国际屡屡拿大奖哦。因为像比如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哦，3D 列印跟机器人可以拿来盖房子，可以拿来打造公共艺术，还可以得大奖，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首先就来邀请到我们的盛玉婷教授，盛玉婷创办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好，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把时间交给盛创办人。各位长官，然后各位同学，大家好。然后，我们是Russell 机器人建造实验室，然后就在逢甲的校门口。那我们其实是刚从这个科研创业计划成立的这个罗素股份有限公司。那今天其实被邀请来参加这个 talk， 其实我是非常的意外。就是其实我们不算是一个完成了一个创业的一个团队，其实我们也是跟大家跟各位同学在这个创业的路上还在努力当中的一个团队。那我们其实这次的主题是另外智慧机械，然后驱动未来新创，另外一个是青年创业家。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有这个资格来当做这个 speaker 的部分。就是跟各位同学比，我可能也不算青年创业家，但可能跟整个台湾其他的团队比起来，可能还有一点这样子的资格。那今天的 talk 主要可能就会以我们团队自己在这一路来遇到的过程来跟大家分享，但它可能不是很全面，但以一个从学校这个科研创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如果现在的大家在学校的话，可能有哪些可能会遇到的事情。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主要在执行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其实是以建筑为主，我们是建筑背景的。那我们其实在执行的是一个智慧营建的概念，就是目前其实各行各业缺工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在想象的一个未来是，未来的工地现场是不是有机器人可以到工地现场去帮助我们来执行这些辛苦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劳动力可以从工地现场释放出来，不再执行那么危险跟困难的工作。那我们的团队其实是一个非常跨领域的团队，那目前包含了建筑、土木，然后甚至机器人、资电，然后工程，然后机器学习等等的领域，都需要跨领域的学习，我们才能完成一个这样新颖然后复杂的课题。那我们的团队其实最一开始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另外一个我们的partner 是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王老师。那我们两个其实都是从传统建筑出身，但是后来到瑞士开始学习了不一样的事情。是传统的话，大家如果对建筑有了解，大概就是设计跟建造这两者结合。那设计跟建造它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脑袋跟两个诉求，一个是非常追求美感，怎么样把你的概念能够实现，另外一个是非常土木工程，怎么样把你的东西能够建造出来，能够给被大家使用。那不一样的是，当我们后来出国了以后，我们从原本传统建筑的部分加上另外一个学习的能力，是我们开始学习的电脑辅助运算跟机器人的这个技术。
那我们就开始思考说，当这两个非常极端的事情结合了以后，对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开始有了什么样新的想象。所以我们开始了 一些一系列很复杂很不一样的尝试，包含我们开始用这种coding 的方法来探讨复杂几何的可能性，然后跟大家传统对于建筑的想象可能开始会不一样了。那我们开始在探索说，那怎么样的形态会是新的建筑的可能性。那我们也在 这样子的训练当中开始把机器人带到我们可能用在建筑的可能性，但传统的部分在使用机器人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建筑来使用，因为一般的建筑每一个大家看到建筑应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工业上大家讲求的是大量的复制，但建筑讲求的是大量的刻制。那所以我们就自己开发了一套软体叫做 Taco， 就是符合设计背景的人，他可以不用coding， 他可以符合他在 KCAN 的软体上只要画出几何他就可以操作机器人。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开始出现怎么样在材料 AI 电脑运算跟机器的这三者整合下去探讨了机器人的工艺可能在这个现代下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那所以我们开始创造了一系列这样新的可能性，包含大家可能如果看到我们在一些艺术季的产出说有透过 3D 列印方法探讨塑料的列印怎么样跟光影的环境去产生。那这样子的 3D 列印目前可能是全台湾最大的1:1的 3D 列印，整个直径有长达5米然后高有2米多，那整个制造过程只花了100个小时就可以列印完成出来。那这样子的建筑的构筑方法它可能不是过去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创造一个这样子的造型，那过去的传统方法它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然后先开出模具，然后再用模具的方法能够耗费非常大量的资源。那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思考这样子的构筑方法它其实重新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的方法。那可能另外包含我们有跟德国的艺术家合作，然后在日本的森美术馆透过16000根的管子不同长短去分布了以后，怎么样重新创造出一个空间能够让人感受到电脑运算的能力，然后创造出过往没有的使用空间。然后也开始把这些自然的材料，台湾其实是非常自然材料丰富的国家，包含木材竹材都是可以被我们来重新应用，借由运算跟机器介入以后都可能被我们当作建筑的材料。那所以我们开始探讨这种新的建筑的构筑是新的建筑的可能性。那除了这些艺术创作的发想以外，另外一方面我们团队也开始看到了另外一个情况是，其实我们台湾目前发现了很重大的问题是目前缺工的问题。当我们团队进到了工地现场看到的其实是工人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而且目前高龄化的程度已经非常的严重，那包含他们可能要在39度、40度非常高温的环境下工作，工作的环境其实非常脏乱，他可能要在搭鹰架上面，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去执行这些任务去完成。所以另外一方面，目前建筑其实它是一个50年甚至100年更久，它其实都没有经过一个很大的资讯的爆炸或者重新的革新。那它不像资讯其他的农业、交通业，其实都是有随着资讯工业的革命发展下跟着的改革，那它的经济的价值有跟着成长。那其实建筑业其实平均的年龄目前已经偏高，包含我们在都开玩笑的说，在工地现场可能50岁的人会被叫做是少年嘞。那是因为说真的没有年轻的人愿意投入到这个产业，那它的数位化程度也相对的非常低落。那最严重的是这个老案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整个团队就开始想，那我们的这些技术可能不只可以用在机器人工艺，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用在营建机器人。那我们也开始在思考说，其实其他产业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也有提出相对应的方法，包含说像仓储自动化其实都已经非常的提出说，假设我把这个建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作产品的概念，用自动化流水线的方法可以大快速的提出效率，然后让机器人 来做这些劳动力的工作，那人来做这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话，是不是在建筑工地上会有另外一种风景出现。那我们团队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我们开始跟不同的计划 pitch，
跟不同的计划申请，然后跟不同的可能业者去申请的时候，其实我们最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其实在整个新创产业并没有人在讨论建筑的这个问题。所以大部分大家在我开始申请计划，或是我开始在跟这些创投或是跟任何新创相关的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大部分看到的热门的议题可能是大家现在上面看到的这些，可能有电子商务、有生意、有交通科技，所以建筑几乎不在任何的创投的讨论范围里面。那各位不知道是不知道，其实创投在投资的时候，其实每一家创投它是有防守范围的，就是每个创投其实有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对于这个领域了解，他可能大部分会投资的是这个领域相关的产业，所以他对于这个产业不投的话，他不了解，其实有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不在他考虑的范围里面。所以在前期的讨论里面，我们的提案其实很快的都会被刷掉。那所以我们 Russell 的发展，其实在我们虽然2015开发了软体，然后2019其实是学校从教育的立场为我们建立的这个实验室以后，让我们开始真的可以实践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到2021，然后顺利的开始从萌芽零期Phase 零，然后萌芽计划接到2022，然后2023目前刚成立的公司。但一路好像从2021很顺利的期间，其实是在2019到2021年，我们其实陆陆续续的投了非常非常多次的计划，但很常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都会被reject， 甚至是初审都没有过的情况下，因为很多情况就没有过第一关，但也有可能是我们那时候不成熟。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幸运的是，要感谢国科会的计划办公室萌芽团队，他们的承办从很海量的申请案当中一件一件的看到我们团队，然后在学校访视的过程中，到了我们学校的实验室看到我们，然后一路上开始陪伴我们，说我们可能要怎么样调整，然后真的看到了机会非常多次。 OK， 那过了这个阶段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说，那如果真的把建筑产业当作仓储自动化来思考，那建筑自动化会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们就开始假设是整个建筑物，那整个柱子可以把它当作是工厂自动化，要先放在工地现场，先放在工厂上去预制。所以我们思考了一个工厂去预制这些柱子的概念。那工地现场上，我们预计还是会有一些机器人需要去现场施工，那整个系统会有一个我们的资讯系统把它连接起来。那我们希望未来的人只要透过一个 iPad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控制它。那从这个预制系统，我们去看到包含现在可能是非常杂乱的模板，而且这些东西是非常的浪费的，那我们就会思考这些模板是不是可以被优化，可以被列印。所以在我们工厂的现在就在思考这些模具就像乐高一样，而且这些乐高是可以被定制的，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水泥的 3D 列印的工法，然后在我们的工厂上自己去把这个每一个单元去把它列印出来。那我们实际上就像每一个产品一样，把它列印出来以后，把它编号好，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实际的案件，在高雄的美浓，然后再透过编号的方式把它组构成一种复杂的曲线。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这种复杂的曲线，一般用传统的方法做的话，它会耗费非常大量的时间人力。那透过这样的方法，其实就像产品一样，你就像网络上订购一个复杂造型的乐高，然后就可以形成这种复杂造型，而且不会耗费多余的经费，然后还可以节省多余的材料。那这是目前完工的照片。那另外一方面，在工地现场施作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开始思考机器人要怎么样进到工地现场。它不像是一般的半导体厂，它是非常干净的空间，它是工地现场，所以它会有非常多的砂石。那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机器人它有机械臂，它要移动性，它有眼睛，它要看它在工地现场的周遭的范围，以及它有一个核心的脑。所以我们就自己组建了我们的除了我们原本核心的这个软体是 Taco 手以外，包含移动的性，然后它像我们的扫地机器人一样，在空间中它走到哪里，它要知道它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然后以及我们希望我们的移动，我们刚刚说在工地现场大部分是已经目前是比较高龄的使用者，怎么样让它不会排斥我们这些机器人，所以怎么样让它的使用界面是好用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开发这个 iPad 的系统，我们希望
你会用 iPad， 你就会控制我们的机器人，是我们的概念。那透过一系列的系统，就是它可以提前的在进到工地现场之前，它就已经知道机器人会怎么样施作。那我们目前也已经进到工地现场去测试的方法，然后包含水泥粉刷跟这个喷漆的功效。那我们也实际的进到工地去跟营造厂去验证。那包含喷漆，大家知道在工地现场其实搭架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以及对于人做这种高空作业，其实对这种抬手跟是非常的疲劳的，所以我们开始着重这种工作开局去进行，以及这些喷涂的工作其实对人的吸入性是非常的伤害。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大家看到，透过这样的方法，在一层楼高的空间范围内，都可以透过这种移动性的机器人去达到这些施作的工作，那人就不用再开始施作这些高危险然后高劳力然后的工作。那我们其实试图希望的是大家可以开始翻转对营造营建产业的这个印象，那它不再是一个劳力密集，而是一个资讯科技密集。那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我们的青年的人愿意进到这个产业，然后从这个基础上去开发更多的可能性。那其实我们总和了几点，其实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因为我们是科研创业为本的这个创业可能性，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其实我是蛮推荐专注于本业，然后但是呢是要开放跟跨领域的合作的可能性。所以像我们在那个阶段，其实是大家的兴趣可能是像刚刚说的生医啊跨领域，大家可能对我们的领域是不是那么有兴趣，但如果我们在那一个时刻就失去了我们信心，转移你们自己原本专业的跑道的话，那反而会失去了我们科研创业其实对应该对于你们自己专业的深究，那可以在那一刻才建立起未来的你们的壁垒的可能性。那所以怎么样在科研的情况下专注于你们自己的专业，然后对于跨域的可能性，才可以让你们的自己的专业度能够具有深度又有宽度的可能性，是第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并学习新颖的科技的观念跟技术。然后第二点呢是盘点团队的特长跟优势，是市场是浮动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可能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改变。就在3年前其实疫情是还没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其实并不觉得缺工有这么样的情况，然后以及为什么我们团队有办法做到，其实可能是我们一开始并不觉得建筑跟我们的这个电脑运算跟机器人有什么样特殊的结合性。但例如说为什么电机制控的人能不能来达成这件事，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复杂结合的可能性，反而造成了我们这样互相结合的情况下，造成了你们不可或缺的产业的结合。那这些谈点可能都会随着市场的浮动，那在某一个特点的情况下，你们团队会被看到，那这个也是可以鼓励大家的去重新的盘点。那第三个就是像刚刚说的，失败很多次是正常的，但我曾经在那个失败很多次的当中，在科技部的我们的计划办公室跟我们陪伴的当中，我们有跟那个陪伴员跟我们讲说，其实我这次失败我也不怕，就是委员给我意见我就会再修正，我下次会再申请，他再失败再委屈我没关系，我下次还是会再申请，所以你让我申请到为止，他可能我才会接受这样，所以我不害怕，对，只要我在有能力的期间，我还没有整个团队散掉，我就是有能力继续再申请这样子。 OK， 那第四个我觉得是最重要，就是 Young is power， 就是这个是重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学校，其实像刚刚说的，其实你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包含像学校资源或是国科会的资源，另外一个是像我们透过这些计划，或是你们现在也可以去采访任何其他新创成功的老板们或者是其他的产业，你去问他如果可以交换，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交换回到你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大部分一定会想跟你换到这个时代，他们会想要再冲刺一次，这是你们现在最大的能力跟是你们的 super power， 这个是你们一定要铭记在心的。 OK， 那Russell 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smart construction powered by AI robots， 谢谢大家。
谢谢盛创办人，请先回座。真的啊 ，Young is power， 而且大家都在我们逢甲大学这个非常美好的环境里面继续成长茁壮。那我们同时今天我们的王校长也已经到现场来了，那我们也请王校长来跟我们勉励讲几句话好吗？掌声欢迎，掌声欢迎。副局长，我们的曲科长，我们刚刚离开的这个处长许处长啊，首先可能要抱歉一下，我今天来的晚，是因为我们学校今天正好在接受 IET 的这个认证的过程，有七个学系，所以我们早上呢做了一些这个会议啊，所以我们进的比较晚一点。不过还是很高兴啊，能够在这个会议中跟各位做一些交流。那首先我们当然要非常感谢这个国科会这边所办理的这一场 TTA Talk 啊。那我们都知道，对年轻的孩子们来讲，或者是像我们刚刚看到盛老师这么优秀的这个团队而言，创业应该是蛮多年轻人心目中的这个种子我跟盛老师也开了蛮多次会就像他刚刚最后的发言一样愿意接受挑战，愿意本于专业，愿意跨域合作，愿意做开创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那逢甲大学呢，也是长期我想在产学长的这个推动，我们的副产学长的推动之下我们从学生的创业、创新、创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maker space， 我们希望提供学生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家精神的养成，那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好的生态环境。那对老师这一端，我们同样的也希望老师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之后，以他的人工智慧 AI， 不论应用在哪一个领域上，能够本于专业，面对我们未来的潜在的趋势，然后透过了国家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源，一起带领学生跟产业合作，能够走向创业的路径。那我们刚刚看到盛老师非常优异的一个表现，我知道等一下还有一场 talk 是这个执行长吴执行长这边会特别针对仿生机器人对于下肢这个瘫痪的这个弱势能够提供一个好的行动、好的方便的这个移动，那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技术科技结合，然后造福人群社会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TTA 所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跟同学的交流、跟师长的这个交流，以及所有团队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一场丰富的飨宴。祝福在场所有的与会贵宾，大家愉快，学业顺利，师长的研究继续努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校长的勉励。是的，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第二场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掌声欢迎福宝科技的创办人吴振华吴创办人上台。目前有声音吗？好，因为那个一开始我讲的只有十八分钟，所以我先计时一下，十八分钟，提醒一下自己。然后。谢谢。这是疫情前2019年那时候在东京，那时候谢代表他们邀请我们去那边做一些分享，拍的照片，然后我后来就都用这一张，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那今天我没有太多介绍是在福宝科技的本身，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我听说。现场有很多的朋友是想要创业，或是可能已经在创业，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在从公务院 spin off 出来那个过程，我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些问题可能也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福宝科技我们是做外骨骼机器人的，那外骨骼机器人大家可能最一开始想到的会是钢铁人，
钢铁人 ，OK， 但是他是用来打伤，但是我们是用这个机器人来帮助身体有困难的朋友来做，来恢复他们的动作。好，那我今天的主题是从智慧机器人到 One Piece， 好，知道 One Piece 的举手。啊，不知道吗？那看来我已经过时了。OK。我是24年前在这里毕业，然后到新竹读硕士，然后硕士一毕业就到公营院去服国防役，那时候叫国防役。那在2006年的时候，国内的政府开始想要去做这个智慧型机器人的计划的开发，所以送了很多的人到国外去学习。那我那时候是到日本庆应大学去做学习。那回来之后开始带领部门做相关的智慧型机器人的开发。那但是我今天主题不是在这边。那当时我们做的机器人它是属于叫 autonomous， 就是它是可以自主去做一些移动跟人家做互动。那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开始做外国机器人，那时候才感受到说我们所学的在学校所学的知识，然后我们累积的一些技术跟经验，去帮助一个人从不能站在站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感动，那时候才会比较感觉到说，哎，我们做的东西到底是在做什么。要不然可能是看到机器人跟你互动然后很有趣的感觉，跟实际看到一个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实际帮助一个人，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直到2014年，这个是我妈，我妈她自己有一天因为跌倒，然后不能站起来，然后开始觉得说，哎，很多事情需要别人帮忙，那闷闷不乐，不太吃东西，那很快的在一年内就过世了。所以在那时候去感受到说，其实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是在等待一个科技，他们可能没办法有太多时间去等待啊。所以我们从公院在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装的研发，那时候就决定，那我们赶快出来把这个技术商品化。好，所以我们就从2015年开始在做募资，大概募资了2年的时间。那在2016年遇到我的第一个投资人，然后正式设立了富宝科技，就这样出来。那2017年我到日本设了我们的子公司，这是我当初去日本学技术机械技术的教授，那时候邀请他了，邀请他请他吃饭，来感谢他当初对我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我有机会把他教我的回馈给社会。好，那我的介绍内容比较不一样，我会一直问你们问题。OK， 好，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回应，好吗？好，为什么会需要外骨骼机器人？哦，这是特别配合我这个问题的音效是吗？OK， 我们这边的学生都是逢甲的学生吗？几乎都是逢甲的学生啊。我们逢甲学生比较含蓄害羞一点，跟我24年前一样。OK， 好。外骨骼机器人它顾名思义就是在人体外面的一个骨骼的装置，然后它是内含的一个机器人的技术，它可以用来像 Tony Stark 这样用来打仗。它可以用来建筑工人穿在身上去搬东西不会疲劳，它可以用来帮助一些想要运动的人，但是它可能不方便，它可以穿着去做运动，各式各样的。那我们开发的这个机器人最一开始是协助完全瘫痪者能够穿着它站起来走路。那其实在复仇者联盟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就是那个 Tony Stark 的好朋友，就是那个罗德上校，他在美国内战的时候，那个英雄内战那种，美国队长英雄内战的时候，他被打下来，然后整个瘫痪了。瘫痪之后，他后面有一幕是穿着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去做复健。那后来他是用这个当做他的辅具。其实我们做的就是那样的东西。好，那接着就是开始分享，在创业的过程中，你会碰到的相关的问题。你可能很害羞，不想表达出来，但是你心里面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老师分享的，
你可能在对外去讲你的理念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人的对你的声音是否定的。OK， 否定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们不了解，或是说、因为不了解所以无法认同。OK， 或是说、他们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好，所以要能够创业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很多否定的声音。好，那除非你真的很有毅力，你很有毅力，然后你要坚持下去，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创业去做一个实现。所以去面对所有否定的声音，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学校没有教这个事情，对不对？校长没教过嘛，我们没有学过怎么去面对否定的声音。可是这是你如果要创业你会面对的事情，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那、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孤独，但是你就是要去面对它。 OK， 然后找到一个怎么样去消化这些负面 的意见、怎么去转换你的心情，这个蛮重要的、这个如果撑不过要创业就很难、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做的东西是属于是、有一些家庭他们所需要的，但不是每个家庭他都能够负担得起。坦白讲，以现在的成本来讲的话，好，那我们会面对很多人的请求。OK， 好，可是像我来这里学，我是机械背景的，我不是学心理的，我怎么去面对这些请求？老师没有教过，那个其实是一个也很难熬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怎么样去面对有需求的人。然后你要怎么从他的心里面去理解他，然后试着去跟他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啊，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当然有些行业他不见得需要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它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OK， 那、我最常碰到的是他想要能够再站起来，好，跟他的另一半在公园散步。这是我最常听到的，它看起来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需求，可是对这一群人来讲，它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想法。好，那接着是你成立了公司的话，你就是要营运啊，你要有收入啊，你要让你的员工有薪水要去养他们的家庭啊，但是这个怎么在你这个营运跟你的理念之间去做一个平衡，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行业它不太近，它就是以比较 business 的角度去做一些创业，它比较不是说我当初是一个什么想法去创业的话，可能不太会面临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基于一个理念，你想要去做一个事情去创业的话，这个是一个、你会面对的一个困难。如果你的营运不好，那当然你要持续有资金，人家投资你就不容易。好，那要创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 resource 要在哪里。不只是、成立公司之前，而是成立公司之后，你会持续需要去找相关的资源。OK， 好，因为你们没有看过 One Piece， 我很难用里面的，内容跟你们分享。OK。好，他们到了每一站下船之后要先找什么？找食物，对不对？然后有一个角色娜美说没有钱了怎么办，好，大家去想办法去赚一些钱。好， OK， 就是你在创业的过程，你就是你的资源你很难确保说 always 都是丰沛的。 OK， 那这个过程中、那我们怎么去寻找资源？好，那负责管钱的人怎么样去控制这些资源，好好的去把它做一个运用，这个也是要好好的想一下。如果你不善于管钱的话，那你团队中就有一个善于管钱的人。OK， 好，我们不管是做提案，不管是对谁提案，你总是要去规划出说你的 VP， 甚至有些是这个提案是对你未来可能的成员。OK， 他们必须知道说，你是 captain， 你是船长，你要带大家去哪里？
然后我们未来公司是要怎么营运，你的想法、你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这一个是身为一个创办人跟经营者的话，他是会一直在内心里面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思考跟调整的啊，因为这个产业它是环境是动态的啊，所以这个 BP 不是说你做了一版就没事了哈，它是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你会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哈。那如果是对于你要去争取计划的话啊，那你当然要着重说那计划他们的审核的重点是什么，哎，必须符合他的审查的重点的精神。那如果是对投资人的话，那投资人在意的会是什么？所以你的表达重点会是，要投资人会有兴趣想要知道的哈。所以，即便在同一个时间点，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的 VP， 那这个 VP 是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去做一个呈现。时间很快，我剩五分钟而已。财务预测怎么做？不容易哈，但找校长是一个方法了哈。老师是一个方法，读机械的没有学过哎，所以这个是 要自己做一些功夫了，你不能说啊，我有个财务长丢给他就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执行长，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因为毕竟公司的成败还是在你的身上，还在你，你不能说啊，因为他钱没有管好啊，不好意思，他钱没管好，你公司就是垮了。OK， 所以这是一个经营者啊，必须要能够自己去建立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哈。你可能不善于像财务长那么容易的去做一些财务的规划，可是基本的观念一定要有。好，团队成员在哪里？到底我要备齐的成员我再出发，还是说我现在有个想法就走了？好 ，One Piece 里面是怎么演的？他自己就搭了一条船出去，对不对？好，然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员、不同角色进来哈。是你对穿越有兴趣的话，我真的推荐可以去看一下《One Piece》哈。它的过程就是在讲穿越的过程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一次它，你会有不同的感觉哈。那在每个阶段，你一定会有不同需要的成员去加入哈。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有太多成员加入，对你来讲可能也不见得是好事哈，因为可能你的资源还没那么多，在合适的时间点。让你最需要的成员加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好，各位可能有机会去加入一些program 或是加速器，那他们可能会举办一些 pitch 的竞赛。好，那 pitch 的竞赛它的重点跟我们在一般对投资人在做 pitch 它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就是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的时间你要让在现场听的人对你讲的诉求有共鸣 ，OK， 所以它最重要的是着重在这三分钟时间，哈，跟现场的人的互动，而不是说你要讲的多仔细，哈，重点，哈，重点是你要让现场人跟你有共鸣，哈，这点是最重要的 ，OK， 不要在这里面讲太仔细，啊，你没那么多时间，哈，我剩下三分钟，好，怎么跟投资人谈，哈，这个可能，一定一开始都没有经验，但是你总是要开始试着去接触一些可能的投资人，试着去跟他们聊。那最一开始的话，可能跟这个所谓的天使投资人去聊聊，他们会分享一些他们的过去创业的想法，或者他们怎么去看这种事业的观念，先累积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慢慢你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大概会有点概念，那接着说你要对什么样的投资人，你就会有不同的谈法。 OK，好，这个是，什么叫估值知道吗？估值是什么？好，就是你的公司的价值。假设我现在在募资，我要募$100,000，然后我说这$100,000你投资我的话，你会占我10%的股份，那我的公司的估值就是$10,000。OK， 这叫估值哈。好，那怎么定？我们一开始你都还没营运，还没有收入，你怎么去谈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容易的方式哈，所以有很多方式在教你说，你可以去找可能国外的一些创业的同业，他们的这个创业的过程，他们是怎么样募资，每一轮大概是稀释多少啊？从这边可能去做一些讨论哈。那最理想的方式，你可能要
谈到规划说啊，那可能啊，投资人出场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有什么样的价值，然后你为什么可以达到那样的价值？所以往前推的话，你现在价值是多少？但这个对一开始要创业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好，那要找什么样的投资？你要找的是财务型的投资人，还是你要找的是啊、策略型的投资人？我要找的是天使投资人。好，这个要看公司的在不同阶段的需要，跟你在找伙伴一样。其实投资人加入投资你之后，他就是你的伙伴。他一定会希望说你的公司能够成长，能够成功，因为他投资你之后，他要有一个投资的回报。所以在什么样的阶段，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伙伴，什么样的股东，这个是要去做思考的。然后决定之后就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找，不是说啊所有投资你都去谈，那这样可能效益不会太大。剩一分钟，好，刚好结束了。好，这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即便毕业了，我们可能即便对某些事情很有经验，但是这一个business 它是一个无人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过程跟问题跟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尽量的用谦虚的心情去面对它。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投资你，找一个人加入你，你最好要能够很真诚的表现出你是什么样子，让人家认识你，不要人家加入之后跟你之间好像跟原本认识不太一样，然后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想法，那可能团队就会掉掉。所以用很真诚的心去面对所有一切，面对所有的人。这是我18分钟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屋创办人非常精彩的分享，请先回座，请先回座，大家热情的掌声，谢谢他。的确哦，以谦虚跟真诚的心来面对一切，那是一个创业家的精神的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呢，待会儿就会进行 Q&A 的时间，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那待会儿可以举手，然后我们旁边的会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您递麦克风。那另外呢，我刚刚也想回馈一下哦，就是我刚刚听到的，的确是其实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创业离自己非常的遥远，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自己个人就是一个个人品牌好了，你觉得你的第一个创办第一个投资人会是谁？其实我们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哦。那如果说你在平常要跟他讲说投资，说哎爸爸妈妈，我想要念研究所，可不可以投资我？哎，你可以从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说，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出钱让你念研究所？那就是你要怎么样经营你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心法，其实平常的我们的日子就可以遇得到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次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的盛创办人跟我们的屋创办人上台，然后来跟我们进行 Q&A 哦。来，热情的掌声，再来欢迎。好，那我们先给大家那个10秒钟的时间准备哦。然后另外呢，线上的朋友们，正在观赏线上直播的同学们，也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呢打在我们 YouTube 的聊天室里面来进行提问。我们会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汇整几个问题，然后在现场来做回应哦。好，那我们首先有没有哪位的同学要举手发问的？给大家一点时间准备。好。后面有没有？哎，后面这位同学，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麦克风交过去，谢谢。那我想请问的是，那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大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可以培养什么技能或是特质？那在创业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呢？谢谢。哦，这个问题，因为两位，一位是老师，一个是业界，那我们是不是请老师可以先讲讲看？我是不大清楚你的本来的专业了，但我刚刚是蛮建议，就是你本来的专业还是要顾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如果你本来就对创业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基本的，像刚刚说，接下来你会遇到一定是这些财务分析的概念，一定要有对你未来经营管理的营运你的决策的判断，其实是非常的加分的，对。所以其实如果你除了你原本本业以外，对于其他的跨域也都有保持可能有很多朋友的这些联络，然后保持 open mind 可以跟大家沟通。另外一部分，其实我对于
财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可以提早的先了解这样子。其实对于财务的了解，可能不一定跟创业有关，可能对你未来个人的帮助也是蛮大的，这样子。好，谢谢郑老师。那我们请吴创办人也回应一下。哦，不好意思，我大学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创业，所以我的分享没有什么说服力哈。可是我觉得在经营事业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去观察所有事，你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去吸收所有的一些相关可能的资讯哈。这些资讯可能对你来讲是会是有意义的，这是你在当下不知道的哈。那反过来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在做的每个事情，你很难去想它在什么时候会在你的未来的生活中，在你的事业中去有贡献哈。但是尽量去把握好每一分钟每一秒哈，好好的用它，然后我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话，在未来它一定会转换成是你的助力的。好，谢谢。好，谢谢吴创办人，大家掌声，谢谢。是的，首先呢，郑老师提醒了，理财很重要啊。财不理我，我不理财，这样是不行的、啊、大家要懂得理财。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学生的生活当中，所有能够学习到的都好好的做累积。好，那我们现场是不是再开放一个问题？有没有同学要？哎，后面这位同学，浅色上衣的。哎，你好，就是我想要请教一下，我目前有一个创业构想，然后它是针对龙族群。那我的问题就是，他要怎么如何针对这种复杂族群的复杂性高的群体，然后进行有效的分析痛点，然后做出对应的符合需求的工具。谢谢。同学，你刚刚说的是什么？龙族群就是聋哑人。哦，聋哑人士。那这部分是不是两位老师可以简单的 comment 一下？可能我觉得其实每个专业就像我刚刚说建筑，也就是被其他领域所不能理解。我觉得可能你要找到相对应的专业的人，去帮助你厘清说你其实主要要厘清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如果是想要创业的话，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你的企业主要是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吗？还是不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是以社会服务为企业为目的，那它可能都会影响你的很多执行的决策的不同，跟你需要可能填掉跟你需要做的功课不同这样子。那其实它都是一系列的，会影响接下来的决策。那它可能不会是这么快的可以给出相对应的建议啦。所以其实这都其实是会需要像我们做相关的研究，会需要一段时间去投入才会知道相关的讯息，这样子。谢谢郑老师。那么我们吴创办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先问你自己了。你为什么选择这个 TA？ 然后你应该是看到什么需求嘛？哈，你应该看到什么需求，你才会想去做这个方向才对了哈。所以这个，我不晓得你的问题会是纠结在哪里哈。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什么需求，你为什么会去想做那一个事情？是因为你是想要去帮助他们吗？那如果你想的是比较偏向是社会企业的想法的话，那它跟可能一般企业的经营不太一样。那社会企业的想法的话，比较重要的会是说你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正循环的一个资金去支持你持续去做不同的东西，帮助这些不同的族群。好，那如果你想要学习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去做一些分析的话，我是建议可以去参加一些加速器，这里面会有一些老师，他们会尝试用一些比较系统分析的方式去引导大家去做一些思考。那如果你问的是创业家的话，那创业家本身他们自己创业的历程，他只能去做一些他思维的分享，因为他每个人做的事情跟你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做过可以成功，不代表你学这样就可以成功，所以要看你到底需要的会是什么。 OK， 好，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场还有没有同学要提问的？那边蓝色衣服，我们先请蓝色衣服的同学。这也想问一下，就是两位都有长时间在国外
学习的经验。那在这里想说，是不是两位有在国外看到了一些台湾看不到的，这些创新啊 ，innovation， 让你们有这些回台湾后来发展有什么，跟我们在本地读书或研究的人有不一样的想法，是不是在国外有些案例可以做分享？谢谢。那么请一样盛老师。好，其实在国外其实就是这些新创的不管是扶植或者是其实这些新创团体其实都是紧邻着大学生成的，就是它几乎甚至像就像是整个 campus 的一个部分，所以那时候刚回台湾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哎，为什么台湾好像相对应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就是新创的环境跟学校其实是两边很融洽的，所以后来才会引发我有那么大的兴趣，在觉得说如果可以把学校在做的这些学术研究能够连接到产业界上，对我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在国外的那段期间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在国外的那个环境其实是我是在瑞士，就是几乎是很多个国家的人才都想要往瑞士挤，因为他给的可能福利啊或者是薪资都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那如果是瑞士人，他其实不用出国，他就可以享受他原本的生活，然后执行很好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今天如果在台湾我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其实后来我跟刚刚说我们的另外一个创办人其实也在思考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执行不只是在学术上，真的可以变成一个产业，那我们培育的大家新一代的跨语领域人才才有机会在台湾就可以执行这样子新颖的事业，不用出国才有这样的事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才更有意义，就是让我们在学校研发这些技术真的可以跟产业连接。这个是这是你要问的问题的话，这是我在国外其实感受非常深刻关于新创这件事情，然后带回台湾然后仔细在实践的状态这样子。好，谢谢盛老师。那么我们吴创办人这边你是考虑到国外去看相吗 ？OK， 好，那我答案就那你就去吧。一定会有帮助的啦哈。那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在相关的政策的支持下，有蛮多的资源。那他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老师，在不同的这个加速器哈，也很多是从国外把他们招募回来的哈。其实也可以先从这方面去接触。他们应该可以分享蛮多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当然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多看一些事物，去多接触一些人，对你来讲一定有帮助，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OK， 但如果是产业的话，它不见得了。产业的话要看你做的那个产业它的属性跟特性。那我们讲一样是医疗产业来讲的话，我可能在台湾、在日本、在东南亚、在欧洲，他们的整个的 ecosystem 就有点不太一样哈。那除非说我就是我的 business focus 在台湾，那如果你未来你的 business 要变到国际的话，那当然你就要去国外去做相关的考察，去了解说在当地的他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在当地的生意应该是怎么去做哈。所以你没办法只是在台湾就可以去看全世界哈，一定是要走出去。好，谢谢。谢谢吴创办人，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多出去看一看。那我们现场刚刚有一位灰色衣服的同学，那然后这位同学的问题完之后，我们就开放线上的问题，好吗？来，同学请。两位创办人好，想问两个问题。目前公司是在做相对蓝海的市场，然后跟吴创办人一样是做机器人类型的。那想问一下说，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在产品 POC 过了之后就开始拓展市场来抢市占，用比较低的价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问说，如果我的产品它相对较高单价，那我是否用租赁的方式来让客户更低成本的方式导入场域呢？以上。好，那我请呜呜创办人，这个应该是已经在业界的业界的实务性的问题了。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答案的话，可能要先看一下你的 VP 啊。
要不然我不晓得你要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痛点，什么 TA， 因为这答案都会不一样。OK， 不是说高单价你就一定要用租赁的方式，那也不见得，因为要看你的客户族群是什么样的族群。如果说他就是一个经济能力很好的一群人，他就是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了，你不一定要用租赁。OK， 所以我只是举例了哈，因为我不晓得你在做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无法给你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答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把你的 VP 分享给我，我可能可以给你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分享，好吗？好，谢谢，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半个小时的交流时间，同学可以把握机会，待会儿好好的向学长请教。那我们现在线上是不是也有提问？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好，那麻烦请工作人员提问。好，谢谢。对，线上的同学有问，作为企业家，你通常需要担任补充角色，在快节奏的创业环境中，你是如何有效的管理时间？并确定哪些人物更重要，我不知道这样子清不清楚。如何管理时间，然后怎么样选择伙伴，那是最重要的。然后，那我们是不是一样请乌创办人先回答好了？刚刚你有提到那个 One Piece 的概念嘛？对。好，如何管理时间的话，我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我没有很好的管我的时间。好，我就是早上起来工作，可能工作到晚上二三点睡觉。所以我的时间管理不是那么的理想哈，那这个部分我没办法给一个比较好的回复。OK， 那伙伴的话，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看阶段。如果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伙伴是不是能够像你一样这样子愿意这么的投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很重要哈。如果说你的伙伴认为是说，那以我来讲，我的伙伴如果认为说他要的是他可以准时下班，然后去做其他事情。那问题是我工作时间一直到二三点，那我晚上的时候到底要找谁讨论？我没有人可以去讨论。OK， 好。所以他能不能跟你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愿意去牺牲他自己的时间这样的投入，对我来讲在初期是重要的。但是在后面，当你公司成长之后，我要看这线上的，我看哪边？好。当你公司成长之后呢，你当然需要可能是一些比较专业经理人的伙伴，他们能够补充你所不足的部分，因为不见得创办人或是 CEO 你会所有的事情，你一定会需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人，有不同专长的人来帮助你。那他加入你的团队，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你怎么去满足他的需要，这个是在你叫成长的阶段的时候会不太一样的一个决定伙伴加入的一个思维。所以重点还是说在不同阶段，那你会有不同的方式去做应对，然后找不同的对象进来。好，谢谢吴创办人。那像盛老师，您是身兼两职嘛，有两个不同的角色，而且又会跟外面的跨领域的团队合作。那在您的管理时间，还有在您找伙伴这一块，您的经验呢？我觉得我可能也不算是管理时间很好的代表这样子，然后。而且我可能还算另外一个，因为我传统建筑系的陋习就是我还算是夜猫，所以我今天算是非常早出席活动的状态。对对对，但还是会有一些priority 啦，就是你在执行事务久了以后，你自然会知道你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自动知道说有些事情可能如果并不是非要你去执行的话，你就会开始有团队的概念，就会知道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分配给团队去帮助你一起执行，那样子的效果会是更好的状态。对于你就会开始有不只是你，而是一个团队的概念。那团队执行久了，你就会知道谁是可以跟你工作是契合的，然后身为可能主要在 One Piece 掌舵的那个人，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大家一起开这个船是可以让这个船好好开，但另外一个就是掌舵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如果不适合的人，你要有这个执行力，可能会需要请他离开。这个可能是今天没有跟大家描述的，就是这个可能会是大家之后会面临另外一个非常需要挑战的事，就是团队可能不会是一直是加法或者是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形状，它可能会是加加减减的。那它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好，谢谢盛老师的分享。所以说可以观察得出来，创业家精神其中之一就是烧干啊，不是啦，就像那个 Elon Musk 好像也没有在睡觉的哦。所以是无论如何，健康还是很重要，团队要一起走下去，身体健康跟规律的作息其实还是蛮需要去好好的挑战的。那我们线上是不是还有？对对对，线上还有一个提问，来，请说。你好，那个我们在 YouTube 上有收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 AI 智慧机器运用在建筑产业中，所谓的运用是在运用到 AI 是在哪一个环节，然后是运用了 AI 就不用人员在旁边监工吗？以上。好，这是给盛老师的。所以我们目前其实是从可行性开始出发，所以其实我们盘点的缺工的工项以后，其实有包含可能绑钢筋也缺，模板也缺，然后室内粉刷喷涂，然后喷漆都缺。但我们是针对目前其实是机器人比较可行，可以快速进到市场的工项来先执行，所以目前是从喷漆工项先开始执行。那其实我们的长远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一一的工项来逐步的帮助工人的这个工项来执行这个样子。对，好的，那我们线上还有没有提问？没有了。好，那我们现场还有没有同学要提问的？现场还有没有同学要提问？那我们时间也快到，但是我自己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啦，就是刚刚其实我们就讲到团队跟伙伴嘛，那如果说现在我不一定，就是在座的同学不一定是准备创业的那个人，但是他有可能是要加入这个新创团队哦。那因为我们知道长辈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新创团队好像不稳啦，是不是大家都要去那个大公司啦等等，或者是公务员等等的选择。那如果说是要针对这个以后未来想要投入新创团队工作的同学们，大家这两位创办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比如说，要怎么样子做好自己的准备跟，或者说跟家里的沟通等等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乌创办人先好了，先点。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在我身上都不太适用了。OK， 我成立公司的时候，我爸妈不知道。然后是过了好几个月，我妹妹看到新闻才知道，我离开公院了 ，OK， 所以我没有去跟家人做讨论。家里应该很吃惊吧？OK， 那因为这是我决定，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哈，所以我就想要去做，那就去做哈。那至于说，如果是以要加入一个新创团队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重点还在说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你也想做的。那理念当然很重要了哈。那这个团队的创始人，你跟他聊的话，他所讲、他所陈述的愿景，是不是你所认同的？然后这个人是不是你所认同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所认同的？那如果这些都符合的话，我会建议先不要看短期的薪水了哈，因为去做这个过程不是在每一个公司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尤其是去什么什么台什么店了、你在那边你可能学不到这些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它是很宝贵很难得的、我们在新竹的话，我们也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招募人的时候，其实当然很现实的，大家会去思考薪资这个部分，然后家人一定会给一些压力、那这个还是看最终个人的一个取向跟一个抉择哈。那如果你内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憧憬跟一个冲动，那我觉得你不妨给自己两年三年的时间去试试看。给自己两三年的时间去挑战一个新的任务是很不错的。来，我们请盛教授。我也是觉得，如果这个主要其实还是看你希望在这个新创。这个题目是不是你想要尝试的？然后像刚刚我说的，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多试，然后多培养自己的这些能量，然后尤其你如果去看国外的环境的话，其实在这些新创累积的能力，可能都会是你往后身价非常大的能量。那目前台湾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所在，但是在目前这整个混乱的世界当中，就是未来的市场或者是整体的可能性都已经是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
台湾的市场当中，大家应该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市场当中的时候，那你未来可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那如果是这样思考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可能性出现。对，好，谢谢陈教授。那我们现场还有没有同学要提问的？如果没有的话，我自己再追加一题，好不好意思？啊，可以，可以，可以。哎，现场有没有已经在成立公司或者是已经在筹备创业的？可以举个手。哦，一位、两位、三位，哎，其实还蛮多的耶，比例超级高的。我相信线上也有很多啊，这个人来不及到现场的，对。哎，如果有想法的人，就你还没有做，但是你有想法的，举个手。想创业的，有同学有，后面有同学，一位、两位、两三位，对，也有，这样加起来已经将近十位了。我们现场差不多100位，10% 的人有想要创业或正在创业了。对，对啦，会害羞，他要默默的把创业的那个种子埋在心底啊。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让跟这两位的创办人一起来做分享。我自己最后再一个提问，就是说，因为现在疫情刚结束嘛，那前面疫情的期间有可能说，哎，百业稍微的比较down一点。那现在的话，其实慢慢的很多的领域要起飞了，AI 的时代也已经来临。那如果说同学们接下来3年5年，大家如果说要再培养自己的话，那两位创办人有没有再给同学一个建议，是说如果就是做几件事，比如说举一件事或两件事情，是你们建议他接下来2、3年、3、5年之内一定要去尝试看看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们请盛老师挑战看看，这样在学生的时代，哦，这问题很难吗？跟这个创业无关的，我就觉得好好玩啊，好好体验人生，对不对？好好体验人生也很重要啊。逢甲当然就是好好玩啊，然后好好体验人生啊。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没有空了，就是，对，就连睡觉都没有时间，怎么会有时间玩呢？而且说不定在玩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物创办人这边，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再补充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如果是现在要去做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去试着去培养自己对钱的感觉跟对钱的敏锐度 ，OK， 好，因为最终你是在营运一个 business， 你在做一个生意哈，做生意你就是要有收入，然后要让你的公司赚钱 ，OK， 那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想法，可你可以从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小吃街在这边嘛，对不对？我们卖鸡排到底要怎么赚钱的？以前都是付钱去买嘛，对不对？哦，很好吃。那现在可以去思考说，如果是你要做的话，你会怎么去做？那到底这里面有什么美感哈？怎么去变成可以一个获利哈？所以从你的生活中开始去培养自己对这个钱的概念、对钱的感觉，然后去思考所谓的生意模式是怎么一回事哈？那渐渐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对每个事情都会去看，所以在未来你可能跟人家谈说，哎，你做什么生意的啊？大家就做这样分享。这里面可能就会激荡出一些对于那个一个创新的 business model 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就可以尝试去做的，啊，不见得说等到你创业才去做。好，呼应这一点是说，你要创业的话，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你先不要去思考说我可能还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 ，OK。你做了之后，你跨过那条线，我觉得那一个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你跨出去之后，只要你是基于一个理念想去做一个事情，一定会有些人，他会认同理念去帮助你、去协助你。我创业的时候是在39岁的时候，是有点晚，那我有个朋友，他20几岁就创业，他现在70几岁，他就笑我说：“40几岁才创业，我都已经赚20年了。”的确他现在是很富有，但是他就是对于这个怎么去赚钱，他就是一个热忱，虽然他已经很有钱了，他还是试着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每天也是工作到
十一点多才回到家哈。所以你要去做的那个事情的热忱，你如果能够有的话，我觉得就去做，就不要再犹豫了。这样，谢谢。谢谢两位创办人的分享啊。所以刚刚总结的就是说，金钱很重要啊，不管是盛老师也好，吴创办人也好，都有讲到，大家对钱啊，还是要有一定的敏锐度，然后呢，要能够懂得慢慢学习怎么去管理。那当然啦，像刚刚那个分享当中有提到是说，我要怎么样去争取我的投资，我的投资人，他们为什么要投那个掏钱出来帮助我的事业成长？我将来要用什么样子的成就成果啊？当然啦，很重要的是利润嘛，营收怎么样去回馈我的股东啊，这些的话都是跟钱有相关。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谈钱好俗气呀、什么的，没有没有。那谈钱应该就是新创的基本功之一哦，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那我们待会的会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交流时间，所以刚刚还没有那个畅所欲问的同学哦，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可以现场跟两位创办人做交流。然后我们待会呢，也请两位创办人在我们的背板前面再合影一张啊、再合影一张。那我们就留下这个精彩的纪念那个画面哈、那现场还有同学要举手吗？我刚刚怎么看到有人就是。手一直很想举起来，但是后来又默默的收回去了。OK，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今天的现场就是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也再一次谢谢所有现场莅临的同学，还有我们线上一起收看的朋友们。那我们2023 TDA 下次再见，拜拜。